啊，您除了茶叶店呢，还看到一些根雕店，根雕啊，就是用树木的一个根雕成的，像啊关羽啊这个关公，包括像凤凰，好、啊，包括像这个马之类万马奔腾的根雕啊。哇，对啊，对，晚上呢，你们吃完饭入住完酒店啊，要是有兴趣，可以出来走一走，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当地人，妈咪冷不冷？冷，哈哈，拍 video 的嘞。我给西边都冻了，不冷。我给不冷。在这里拍摄的，还有呢，就是白龙马出水的，有一道白光闪出来的。那明天我们做竹白都能看得到。这条溪水的水质呢，达到大陆这个国家地表水的一类饮用标准，水质非常的清，啊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就形容这种水了啊。那坐在竹筏上是非常的惬意的，上可观山，下可看水，非常的悠闲啊，看两岸的风景。所以自古说不做竹排，武夷山白来，啊！明天早上咱们做竹排。我们是来看茶叶吗？是吗？嗯。大红袍吗？是。大红袍家里面有宝来，所以看着啊，可是我的没有吃。你大喝。这里来哦，你不要呢。好。哎，对，不想走的从这里直接出来了，像我们出来。稍等哈。这个地方呢叫风洞，夏天呢比较舒服。再往前面80米就是咱们这个云县烟云的当中最窄的地方。最窄的地方呢只有30公分，就在这里面了。啊，当然这里面只要爬大概70-80个台阶吧。好。啊，然后就到出口，然后跟我们汇合。如果您不想走了，就从这里直接出去了。啊，这边开始带，开始可以出去啊。后面男的背你去跑，你要跑吗？你可以走。有没有人跑啊？没事，你跑。有，肯定有了。啊，不认啊。跟我来。明白了，不是酱的，会油的吗？那个，亮哦，你冷到你不油点下哦。好，掉下去冷到不油点下。是哦，结冰。是很美啦，看。让我去买来吧。让我发言。空气进来了。你们照相注意安全哈、哦，椅子没固定，不敢朝外靠哈、哦哦，椅子是摆放在这上面的哈、哦。相机、手机拿好来，不敢掉河里哈、哦，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我们从哪里来？马来西亚啊，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。对。肯尼马加西的地方哈。肯尼马加西哦，你好你好。对。柔柔抱抱。你们这个时间段来做竹排很好，雾散掉了。早上啊，那个雾非常大，风景都看不到。现在这个风景慢慢的显露出来了。mana ada ikan? Tak ada ikan. Nanti dulu. Satu ikan pun tak ada.是哦，尼姑庙有和尚，有尼姑。